问个事儿啊，焦溜肥肠是不是肉菜？这问题要跟咱们家问，您就得大嘴巴抽我。但是搁这边，它就是一问题。美国人对肉的定义都跟咱们不一样。这沃尔玛和 Costco 最明显。您甭管是牛羊猪还是鸡鸭鱼，在华人超市，您不说能买着一整的吧，起码它能买着90%。可是在美国人的超市，最多只有50%能上他们的货架。这村里的人啊，他是喜欢吃肉的，但是大多数人呢只吃沃尔玛 Costco 能上架那50%的肉。我自打来这儿以后，饮食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原来在家的时候啊，7分菜3分肉，现在基本上倒过来了，7分肉3分菜。哎呀，吃的我天天老火急火燎的。我是挺胖的，但是老这么吃，大象它也受不了啊。也不是不想吃蔬菜，关键是它味儿不对。大部分蔬菜还是叫那名，但是我觉得这品种完全不一样。就拿这圆白菜来说吧，咱们家圆白菜怎么切呀？买回来往案板上一蹲，把那根取下来，随便撕吧撕吧，哎，手撕包菜。这边的包菜那叫一着实，无论是个头还是硬度，都比那传统包菜提高了数个档次。所以在这美国超市的蔬菜区啊，很少见着有打架的，随手抄点什么都比板砖好使。当然了，谁也不傻，他把这菜种成这样，主要是为了符合那联合收割和长途运输的要求。还有一个，在咱家吃菜啊，讲究吃一时令，所谓是春吃芽，夏吃叶，秋吃果，冬吃根儿。还有那雨水的春笋，惊蛰的黄鳝，谷雨的茭白，立夏的鸭蛋，小暑吃莲藕，大暑吃冷面，七上八下的螃蟹，大冬天里的涮羊肉就腊八蒜，就这些都不用记，您到菜市场转一圈全都明白了。美国这边则不然，有没有时令的东西呢？有，但是绝大部分更重要的是保证全年它的供应。香蕉、苹果、大橙子、洋葱、土豆、胡萝卜、南瓜、彩椒、西兰花、蘑菇、生菜、西红柿，总之吧，固定品种的蔬菜永远不会断货，主打的就是一全球化食品供应链。从丰富程度上来说，咱家有8大菜系：鲁、粤、淮、扬、川、湘、徽、浙，还有闽。有一说法啊，叫官吃鲁，商吃粤，文人墨客爱淮扬，贩夫走卒不离川。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啊，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道理。8大菜系，7南1北，鲁菜为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鲁菜是祭祀用的，川菜就是给老百姓吃的。具体咱们家有多少道菜我可不知道，怎么着反正几万道应该是有吧。但即便是这样，美国的餐饮更丰富。归了包堆，还是因为它是一移民国家，咱家那8大菜系想吃在这儿都能吃得着。然后还得加上全世界各地的风味餐厅，不说别的啊，光奥兰多俄罗斯餐厅还有仨呢。再说这个让人吹得忽悠忽悠的分餐制，确实是干净又卫生，一人抱一盆嘛，基本上就是自个儿吃自个儿的。我就是看您那盆里的再好，也不说哎，咱俩换两筷子。从咱们的角度来看，他们这饭吃的啊，是一点都不热闹。从他们的角度来看，咱们那饭吃的啊，稍微有点不卫生。啊，对，咱们现在不也宣传用那公筷吗？但是我觉得吧，还是不太习惯。这不就是见外吗？哦，您说这筷子都往一个盆里扎，相当于互相吃口水是吧？哎，那就对了，没点体液交换呀，怎么体现咱是一家人呀？怨不得人说这夫妻俩结婚时间长了，越长越像。那这天天一个桌吃饭，他没有不像的。他甭说夫妻了，您就是养条狗，时间长了，那狗都越长越随您。您还别不信，我看过无数这样的例子，一个狗跟这儿自己玩，旁边有一堆人，我一眼就能看出这狗的主人是哪个。
怎么都聊到狗去了？不是还说吃啊？中餐高盐，每餐高糖，这事儿没什么争议。但是油的摄入量，大家说法不一。说中餐炒菜用油多，没错，道道菜几乎都用油。可是这炒的时候用油，吃完了盘子里面还剩下油。水煮鱼、牛油火锅，您也不是天天吃，对不对？老美的炸鸡薯条可是可以天天吃的，真有那一礼拜吃8次炸鸡、12次薯条、68个汉堡的。而且从肥胖率上就能看得出来，美国成年人肥胖率高达38.2%，这数据统计呀，和很多人的实际感受也有可能不一样。对了，那是因为在这边有钱人才注重身材管理，最直观的就是逛 Costco 胖子就少，逛沃尔玛胖子就多。您看我这样的，在国内就算出了号了，在这边都没人正眼看你。从这个餐桌礼仪上来讲啊，美国人喜欢用长桌，泾渭分明，尊卑有序，坐在把头的那个一定是大家主，他是得分餐，他坐那位置他哪个菜也够不着。地位的尊卑，关系的远近，依次往下排。在这桌子上您能说得上话的只有左右两边和对面这人，级别不够的，这吃一顿饭俩多点儿，您都没看清楚那做主位的长什么模样。咱家吃饭用那圆桌，看似是哎大家都差不多，实际上内藏玄机，什么主宾、二宾、主陪、副陪，稍微一错神就有可能不小心坐到那买单的位置上。买单也就算了，那不小心坐到三陪的位置上，您多尴尬。别的地方我不知道，奥兰多这边有大片大片的荒地，什么也不种，就跟那儿荒着，哎，可都是大平地啊。咱们家的所有省份我基本上都走遍了，就这些地放到咱们家，保证给你种的齐刷刷。咱家牛肉为什么不好吃？因为它没有地方去养。同样的一公顷土地，农业和畜牧业提供的能量能差出10倍，就算把能挖的都挖了，能填的都填了，咱们家这可耕种土地养活14亿人啊，也费了老鼻子劲了。这也许就是美国人一条鱼捞上来扔60%留40%，咱家把那鱼鳞都炸酥了想办法让您吃进去的原因吧。固然是饮食文化风俗习惯大不相同，但是其实决定交流肥肠是不是肉菜这事儿，还得看您家呀能占用这世界100%多少的资源。我说的对吗，哥几个还有姐儿几个？